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波提的频道。今天要请到主角波提现身说法。首先先来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知道要做什么了吗？帅哥要出现了，请不要眨眼，睁大眼睛注意看。觉得这个东西长得好奇怪，很不想靠近，于是被强迫抱进去。突然食欲来袭，但是成熟的狗狗知道不能在泳池大便，坐在凉凉的水里吃零食，正享受。朋友们羡慕吗？水中走路的触感超级奇怪，害我都不会走了。这是我平常很喜欢的飞盘，没想到它可以飘在水上，而且还会长出零食。来看看我的跳水英姿。以上是我的第一次玩水心得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以下是漏网镜头，不敢跳水，强装镇定不敢动，临时诱惑宣告失败。